本周快报特别早啊，泳装又即将来袭，而且他来了就送1300金币，还有传说饰品及 S 忍碎片，同时和国内的某奶茶品牌还进行了联动，购买单杯的饮品啊可以获得对应的杯套，购限定的套餐可以获得雷射卡和挂件，哎，任意两杯啊可以获得手提袋，在下面这几个城市啊还有主题活动，可以获得火影手游的线下专属周边，泳装用的专属通灵兽乌鸦，价格应该是980点券。期待啊，这个忍者赶紧爆料啊！分级对战 B 忍场即将开启，到时我也会给大家推荐忍者。通灵夺宝返场可以获得怒鬼。另外，夏日记啊即将开启，不知道沙滩小店什么时候上线啊？夏日餐厅可以获得头像框、称号和表情包。副业拼图这个活动怎么说呢？有点难崩啊！佐助生日会首次上线，之前都是鸣人的生日会。